现在虽然来到秋冬的季节，啊，不过面对天酷的疫情，各管甲市府的相关单位也是同款伫各区展开清消的工作，一点啊拢无甲大意。啊，不过伫中西区的布条工里，就来发动志工做伙制作幼软桶，希望下当为着防疫尽一份力量。这个黄呢，黑色的有一个洞，这个洞把它先加水，把水加到这个，加到这个，这是我们回去做的时候加水。加到这个黑线的地方，然后把它套进去。套进去以后就放在那个周边室内，它蚊子就会跑进去，它的卵就会粘在这个黄色的贴纸里面。中西区五条工里的志工，认真听到如何制作幼软桶，要分配周边，有的人负责画线，有的人负责剪裁，但认真制作，就是希望会当做出更加侪防疫的武器。帮糖幼软桶协助社区防疫。我们社区哈，那个志工哈有六七十位，那需要做1000多个，而且现在我们附近的里都蛮严重的，大家都在防疫。那我们想说，我们这边公所有需要，市政府有需要，我们就全力来支持。好啊，本来是一个社区歌唱的时间，就先把它停掉。那今天来帮大家做1000个幼软桶这样子。也希望这次的防疫能够尽量赶快把它平息下来。这一清洗幼软桶完成之后，将交由区公所分配。目前规划将优先交予疫情较严重的幼儿里、小儿里、康对外里这三里发放，希望有效将疫情消毒。记者孙英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